今行くからね。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好的，来玩这一款《魔女的恋爱法则》。好，来吧，就魔女吧。好，这个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曾被黑魔女毁灭过的世界》啊。好。稍微看一下这个世界观。有一个阴暗的森林。然后我们住在这边，我们应该是扮演魔女啦，因为这是女性向手游。然后是台湾独立工作室开发的。蛮惨的啦，蛮惨的。欸、我知道他的开上市的时间是7月19啦，我知道，但是女性向嘛，女性向我比较最近比较少玩，因为看的人比较少，我的观众可能一看到女性向就直接跳过了。女性向就文字啊、恋爱啊这些啊，或者是换装养成嘛。好。有一个男的深受诅咒，寻求我的帮助。师父又过来一个男的，是不是？看一下他们 Google 上面的 Play 商店上面的下载次数啊，有点惨，100+而已。有在宣传的游戏手游啦，通常好 OK 的话，第一天可以到达1000+，一个礼拜可能就，如果更好的话，可以5000+。那如果像是那一种大作，有没有可能第一天就好几万加了、啊？哦，大概是这样吧。啊，这个没有钱宣传，没有钱打广告，顶多就是巴哈有一篇文章提到，所以我知道有记录一下。好，台湾的独立工作室，加油啊！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游戏，开发起来也是要花蛮多钱的，只是能不能回收是个问题。啊，出来了。看一下设定吧。每天一次免费转蛋。我不是按设定吗？怎么跑到奇怪的地方？啊，他肚子饿了，我们要喂食吧，把他当做宠物来养啊。好，这边点击这个喂食一下。好，贝尔塔写信来了。师傅干的好事啊。魔女嘛，魔女有时候就是要炼金啊、配方啊、制作道具啊、制作东西啊。以前玩过类似的题材，但是男女颠倒，男生可能是一个药剂师啊，或是炼金药师，然后在那个奴隶的那个卖奴隶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残败不缺的一个精灵。可能眼睛瞎了啊，嘴巴怎么样啊，手断了啊，然后全身都绑了绷带啊，他就把他买回去，把他救，每天都把他救一救。好，我们炼制一下，就我刚说炼制玩法，就轻松小品游戏，魔女工坊，炼金术士魔女工坊，有类似的游戏啊。目前给我感觉没有很恋爱，只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还有一只黑猫，然后也不知道干嘛。哦，提示有垃圾，要打扫一下。有没有战斗啊？你看这个成本嘛，就是怎么看，就是首先没有 life 而已，再来没有语音。
然后 BGM 是一个很轻很柔和的音乐，就听起来不太像在玩游戏，听一个轻音乐这样。好，帮他取个名字吧，他的名字就是哈姆。好，我被魔女圈养啦，是那个男的，其实我是那个男的，我被收养了。今天看到那个一个新闻啊，巴哈的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关于女性向手游的，有一款那个以闪亮之名，大概周年庆吧，我之前也有试玩，我平常上也有试玩过女性向游戏嘛，换装啊，养成啊，有些可爱的角色啊，衣服就亮晶晶啊。好，接受一下，这边有一些委托，然后台服的版本比陆服还要快，因为陆服一直好像没办法取得版号，不能更新吧，可能有一些审查问题吧，我不知道啦。那陆服玩家就不满意啊，就到脸书骂，到我们那个台港澳脸书骂吧，反正就是有一些纷争嘛。然后陆服更新之后他没有补偿啊，然后台服玩家也问说怎么没有补偿，都是外国月亮比较圆。反正就是有网友在 Facebook 讲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这就惨啊，就出征啊，直接检举啊，从此台服不用更新了，准备结束营运了。好像之前那个剑网也是一样吧，剑侠情缘三四好像也是这样，西山居啊。西山居那时候好像也是蛮多人在骂吧。然后那个台服代理商就很霸气啊，我们不代理了，不代理了，马上换别家代理，商人就这样。好，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跟游戏有关的一个敏感话题，政治敏感话题，给大家知道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去搜啦，以闪亮之名，如果有兴趣的话。反正我觉得会越来越严峻吧，这种情况，然后最后就没有游戏了，因为审查太严格了。我是说陆服那边啊，小朋友只能每个礼拜玩一个小时，不是吗？哇，我们家那个每天玩好几个小时哎，电视一直看，游戏一直玩，六日更夸张，整天都在玩。这，我都跟他说哈，不错不错，你很幸福，知道你很幸福哦。好了，我现在要干嘛？没事做了。里面有一个主线任务哦，我不知道要干嘛了欸。先看有没有委托吧。要做这个红色调和剂，好好，我们回来游戏。好，红色调和剂，红色调和剂需要这个。好，一个母女炼金，然后养成这个，养成一个男人的游戏，养男人的游戏。这个男人被包养了，哦，好想被包养，对不对？好想躺平。日本有那种专门被包养的男人陪伴的一个职业，或是恋爱职业，他就假装跟你恋爱，然后你要包养他，他一次可以对付好几，可以好几个女的同时进行。现代人嘛，空虚寂寞。这时候就衍生出这种职业来了。好，这边音乐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这个男的负责扫地。哇，这边有光暗阵影，是不是？光之神殿，暗之神殿。我们可不可以外出啊？外出打怪一下，好不好？没有，没有外出打怪。这个比那个魔女之犬还要弱哎、欸。魔女之犬有1、2、3、4啊，我基本上都玩过。那个要付费，大概就几十块而已啊，一杯饮料钱都买不起。如果你是喜欢那一类型的，可以买一些。好，音乐音效账号转移，删除账号，进入粉丝页，有一个 Facebook， 还有官方网站，角色介绍。好，这角色介绍很多余欸。我觉得啦，我觉得这个页面是多余的。
感觉是挤不出什么东西，然后就多了一个页面这样。然后这个我不是想要批评它，就是这个 UI 很普通。你要氪金，你要做酷炫一点啊。这个就是钻石嘛，然后这个是游戏的金币嘛，这个可能是体力啊。就是我们做东西会消耗这个体力嘛，然后还有这个钱。哦，大概是这样吧。哦，你看体力消耗了，钱看它要不要消耗。小声一点好了啦。然后这个是新手免费包，买下去吧。我都说免费的嘛，我就给了这些。然后这个钻石是什么？点没反应。好，这个要用钻石嘛？它长得不像钻石，但是它就是钻石啊，就这个东西就是钻石。钻石就是你要用台币去买的东西，这样理解。然后我真的没事做了、欸，冒险日志，点没反应。哦，有了有了有了，哦，在这里在这里。我想说我们怎么不用去打过来啊？抱歉。刚刚在新手引导的时候，我都讲自己的，在那边讲那个以闪亮之名嘛，给一些没有关注手游新闻的人知道一下。我也只关注手游新闻啦，主机游戏的新闻啊，或者是 PC 游戏的新闻，我就没看。一个人不可能关注那么多啊。不过我现在有玩那个 PS5 主机游戏，我可能要关注一些啊。可是新游的话，我也不会去特地去买来玩，毕竟一片新游都1000多块。1500、1600、1700、1800、1900不一定。那买了你不玩又浪费啊！买了你至少要花30个小时破关嘛，玩把它玩一玩，也没那么多时间啦。所以一个人的时间有限嘛，所以大家就看游戏频道也是一样啊，你就可能我的影片可能做十几分钟，可能就看个两三分钟这样吧。有时候当作自己玩过了，看过了，知道了。好，很奇怪哦，女性向不是给女生玩吗？女生怎么会这么激烈啊？这么激动？我本来以为是可能政治其实不分男女，是不是？关注政治可能不分男女吧。你饿了没啊？我们喂食一下，有没有饱食度？这里啊，可是我没食物哎、欸。我、哦、还在吃哦，这样有吃哦，啊没东西了啊。我们会不会做食物一下、啊？没有，这边没有食物哎、欸。等一下我们那个男的饿死，男的是我哎、欸。等一下，我饿死了怎么办？这里有模拟商店，我们点一下。送礼。哦，这个真的是齁，我懂了啦。我每次都点这个字，有没有？不是点这个字，要点这个啦。哎呦，他这个设计真的是模拟商店，点的没反应，点下这个难的，要点这个。我是那个测试员，我会觉得。不太 OK， 我只能这样说，不太 OK， 没有一个确定要点的地方。不然你好歹那个吧，好歹发光一下，让我们知道点哪。比如说花一到这里它就发光，一到这里它就发光，这个书架就发光，我就知道要点这个了。第二这里它就发光，就周围会有一圈发光的东西，这个做得到吧？程序员应该做得到。哦，点地上会有资源是不是？我刚点了资源、欸、哦，我觉得玩起来怎么样？我还以为这个点点点是关卡，没有，它只是一个路径而已。我觉得玩起来，比较空泛一点，就是比较少啦，比较少啦，东西比较少。然后我们做道具也不能一次做个5个啊，比如说我这个一次做一个嘛，我想要一次做5个可不可以？10个可不可以？你看我都想到这个功能了，
这边要有一个加嘛，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我就练词让他跑一下，比如说跑个五分钟十分钟我也 OK 啊，我不要自己跑等十秒，就是我可以提出建议嘛，这个建议做得到吧？哦，应该做得到吧？他们没有想到吗？哎、欸，我要做五个，就是五十秒哎、欸，你让我一次跑五个哦。这个猫咪是我们负责送东西的啦，看起来是这样，就是负责给资源，不然我们资源哪来？很多这种经营养成的，他可能要去打怪，然后去收集素材。哇，这个好像没有，没看到打怪的功能。反正这个猫咪会去搬素材来，搬那些资源给我们。好，你看，我们就消耗一下。哎，我不知道我资源有多少，我的背包在哪里？我的背包嘞？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资源啊！救命啊！好，冒险日志，他又跑了一次，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哦，我们做一次是做两瓶啊。所谓的冒险日志其实就是主线剧情吧，也没有去打怪。我们先养一个野人啊，哦，野人，有一部漫画叫什么野人的，就是一个空手道，一个空手道的一个日本现代人穿越到那个西方那种中古世纪，他的技能就是空手道。哇，怎么那么凶？还踢他哎、欸，逗他。啊，哎、欸，你给我去扫地一下哦。这个人是我。阿姆去扫地，收集资源。好，冒险日志，你看我又直觉去点这个字，但其实是要点这边，晕倒啊！好，一样是交付这个，然后就会有剧情。好啦，大概是这样。哎、欸，玩了17分钟了，抱歉啊，我废话太多了。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我也算是有帮我们推广了，不收半毛钱，不收半毛钱。这个没有人玩的游戏，台服玩家，不是台服玩家，台服的台湾的独立工作室。好，那就先这样咯，我是汉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